观众，大家好，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 Ordinary Math，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咱们看问题148。是 f(x) 等于，它是个分散函数，当 x 小于等于零的时候，表达式是 x 加一；当 x 大于零的时候，表达式是2x 次方，则 g(x) 等于 f(x) 加 f(x) 加1/2，它的表达式等于什么？也就相当于求这个复合分段函数表达式，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。下来大家一起解读开心。好，下次我们看问题的解答。解 在这块呢，你看，已知 f(x) 它是一个分段函数，又求复合型的分段函数表达式，把这个组合里头原表达式组合一块的函数表达式，所以在这块所运用的方法6.0点分段表达6.0点，也就是这个 x 等于零。这个 x 加1/2等于零，把一个完整的数轴分成了三段，零 ，x 加1/2等于零，1/2，也就是 x 等于零 ，x 减1/2等于零，但是 x 等于1/2，所以在这块呢，就相当于类似的0.分段，0.3类似的，所以你们学这个表达式，我直接可以把第一。当 x 小于等于零 ，x 减1/2小于等于零，它是刚好在这个点上。再一个就是大于1/2，刚好是三个。所以这块呢，实际上是就相当于 x 小于等于零，也就是说 f(x) 在小于零方向 ，x 减1/2也在小于零方向，分段上。所以那你的 g(x) 它是等于零。再加上 x 减1/2，再加一，所以它刚好就是一个2x 加一是2，加上2/3，这是第一种 x 在小于等于零这个段上的时候。第二，当 x 你看 x 小于 x 大于等于零。x 是大于零的，那你 x 减1/2小于等于零，所以是 x 小于等于1/2大于零的时候，那你这 x 的表达式 x 大于零 f(x) 它用的是2的 x 次方，再加上 x 减1/2小于等于零，那是不是 x 加1/2，那就是 x 减1/2再加一，所以它就等于2的 x 次方加 x 再加上1/2，所以这个 x 小于等于1/2大于零这个段上，这是第二。那么第三，当 x 大于零 ，x 减1/2也大于零，也就是说当 x 大于1/2，也就是说无论是 f(x) 还是 f 的 x 减1/2均在大于零的方向上。所以这个 x 的表达式就等于2的 x 方再加上2的 x 减去1/2次方， x 减去1/2次方实际上它就等于2/2乘2的 x 方再加上2的 x 方，所以它就等于1加上2/2乘2的 x 次方。那在这块呢，这个告诉的是 x 大于1/2的表达式。你现在看三段采用0.分段的方式分成三段，所以中上可知 GX 表达式就出来了。 GX 当 x 小于零的时候，小于等于零，它用的是 2x 加2/3， x 小于等于零， x 0到1/2，它刚好是2的 x 方加 x 再
再加上二分之一 ，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一大于一。当 x 大于二分之一的时候，它刚好是一加二分之二乘二的 x 次方 ，x 大于二分之一 ，x 大于二分之一。这就是你看，把分段函数和复合函数组合到一块儿以后。